弟弟，弟弟，我担心的安谷以后走路就这样，那就完蛋了。刚刚我在里面做饭，然后宝宝呢就在那里喊妈妈哎，没有人管他，就喊妈妈啦。你玩你的。妈妈嘞！他现在开始学走路，最开始在这个角落的，他自己慢慢挪啊挪啊就挪过去了。你才9个月，安谷，不用这么努力的。没关系，身体脏一点的话，衣服啥的可以洗。他先学学吧，小朋友玩脏一点，学东西还快。哎呀哎呀，没力气啦！我感觉他学东西好快呀、啊。坐，哎呀，坐好了哟，坐，坐，别动，别动。快来呀，安谷，快来呀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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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快来呀，快来呀，看一下安谷啊！哎呀，好开心啊！他刚刚跨的好快呀，有好几个镜头没有拍下来，应该是有那种兴奋感吧，就连续跨了好几步大步的。让他练习一下吧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感觉11个月吧，应该差不多就会走了。来，你都上山了，来，你都上山了。拿，拿，不许用手。嘴巴张过来，吃饭饭喽、哦，好香啊，安谷啊，好香啊！哈哈，咱们嗯，养鱼，养鱼么高啊？你这一个还够养鱼？养鱼点了。
怎么笑成这样？不要浪费米饭，来。小哑巴现在还不会说话，他只能通过这种手的语言啊来告诉妈妈，哎呀我要吃饭啦，就拼命去拉力气，赶紧学说话呢。只要有的选，他连饭都不要了，现在开始看上小鸡腿了。以前丽群家是他们家族的鸡腿杀手啊，以后就会变成一一了，这个是有遗传的。要不要啊？哎呀，不知道怎么下手啊。哎呦啊，好香的哇。不要逗他了，不要逗他，现在没有牙齿又吃不上。真的 OK， 我特想看一下，拿 OK。你别笑，干嘛呀你？拿开，拿开！你给狗狗摘的，够呛的。哎。喵喵喵喵喵。哈哈哈哈越走越快了。放牛啦放牛啦，这是谁家的小公主，天天看外面的呀，谁家的呀，嗯，这个窗户在这里被他拉烂好几次了。放牛啦放牛啦，哎呀，好可怜呐、啊！奶嘴都被妈妈抢走啦，日子还怎么过啊？你捏着头不哭。哎呀，臭姑姑啊！你睡个觉怎么跟喘不到气一样？哎，哎，等下我们买点菜去呗。好饿，我今天下午应该是吃了一些药不对劲，一直流鼻涕。走喽，买菜菜去喽。跳舞跳舞跳舞。嘿嘿。喵喵喵喵喵。跳舞。跳舞啊，好吗？
拜了。